欢迎你大家翻嚟啊！呢、这个从零到奥数第64辑啊，咁而家我哋啊荧光上面咧见到嗰个题目啦，咁样就有 x 同埋 y 啊，呢两个都要揾嘅。咁啊，左手边嗰、那个公式咧就系 x 同埋 y， 然之后一除咧下低就3 x 加2 y， 咁啊等于1/2。咁啊右手边嗰个咧就系 x 同埋 y 上边啦一样，下低就2 x 加3 y 咧系。咁啊，然之後呢個等於1/7，我求 x 同埋 y， 咁啊，有興趣試嘅朋友，而家可以停一停先。咁啊，如果係想睇老二點做咧，我可以繼續睇落去啦。好啦，咁啊就先第一件事，將嗰兩個調一調轉先啦。咁啊就會容易啲做。咁所以我哋第一個咧就將佢調轉咗，變咗係3 x 加2 y 再除 x y。这个等于8，这边呢就是 2x 加 3y 除 xy 等于7。好了，跟住呢我将这个拆开的就是 3x 除 xy 加埋 2y 除 xy 一样等于8。那这个我就可以简化做一个 x 没了，就是3 over y 加埋这个呢就是二 over x 啊等于八，嗱类似喺呢边一样啦，咁我哋就有二咧 over y 加埋三 over x 咧系等于七啊，咁我哋既然系咁啦，我哋就当咧系u 咧就系一 over x，v 咧就系一 over y 吓，咁我哋就可以有咧呢度前面咧就系三 y。加埋兩個 u 啊，等於八。呢邊咧就有兩個 v 啊，加埋 x 呢度。呢個係應該係咩啊？應該係三 v 啊，加埋兩個 u 等於八。呢邊就兩個 v 啊，加埋三個 u 係等於七啊。咁啊，兩個數咁啊。先成個呢度啊，簡單啲啦。呢、這個 v 啊，等於咧七減三 u 除二嚇。咁啊，代落嚟啦。呢、這個就係三，然之後七減三 u 除二，再加二等於八。咁啊。等于 2u 等于加2等于8，咁而家我哋呢度通过分母先啦，咁你个3七廿一，三三个九啊 u， 咁啊呢边咧就下低2啊，上面系4啦，4u 啊，咁呢个等于咩咧？等于2，咁呢个呢两个加埋就得5u 啦。咁你21啦，呢个系减嘅，因为呢个系负，咁所以呢个等于咧就系8。用加多几张纸先啦，好，翻嚟，咁即系话咧，21减5u 吓。等于咧个二乘过去就16，咁啊，所以16搬过嚟，呢个搬过去，咁所以咧就系16廿一减16就5啦，等于5个 u 啦，即系换句说话讲 u 啊等于一，咁啊 u 就系一，呢个等于一除 x 啊，咁即系你即系话咧 x 咧就等于一啊。有咗 x 之后，我哋要求 y 就好易啦，咁啊就是但攞翻一条色就得啦。咁我哋是但攞呢个色啊。咁系三除 y， 三除 y 等于二除 x 啊，等于几多？等于八好似。系等于八，
等于八，咁 x 等于一，咁呢个即系话咧，呢个就二啦，咁呢个就变咗三除 y 等于六，咁我哋咧就即系话咧个六 y 走过嚟，六走过嗰边啊，咁呢就系三除六啊等于 y， 呢个等于咧二分一啊，咁我哋揾到答案啦，系两个答案嚟噶。好，多谢大家收睇。